啊，欢迎来到徐新娘榻榻米啊！哈，哎呀，这怎么有苹果啊？你要吃了啊？你吃啊？那吃完啊，苹果皮能不能留给我？啊，苹果皮很大用处哦！啊，你看铝制的这锅子啊，如果煮的底部黑黑的，可以用这苹果皮啊去把它清了。啊，可以清的清洁溜溜啊，是很好用了哈，所以这就是勤俭的美德了哈，这个圣梦一暗自谢了哈。好了，阿呢有大家什么问题啊，可以尽量问了哈。主席，针对这个淡水河的鱼有毒，运动饮料也有毒，您的看法是怎么？我看法就是说。啊，有一首歌啊，啊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哈哈，这首歌嘛哈，啊早期还有一个，毒你千遍也不厌倦了，啊那蔡琴啊，哈哈哈哈，啊那是比较老了，大家没听过啊，但是我是那年代了哈，啊蔡琴我是他忠实的歌迷了，哈哈，啊对了，啊你刚刚讲啊，这个饮料有毒啊，这个淡水河的鱼有毒，我告诉你。这就叫大胆禁止了哈，因为为了大家生命安全的着想呢，应该禁止这些厂商了哈。啊，交到的话呢，啊应该给他重罚了啊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也奉劝大家了哈，啊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了哈，这个饮料尽量不要喝了。你看，我现在讲这个饮料不要喝，我得罪了多少饮料厂商？我以后怎么拍他们广告啊？虽然我到现在没拍过了哈，啊，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拍到，是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饮料啊，它是一个瓶装或者罐装，里面装的什么成分，大家不清楚嘛，对不对？那如果喝水的话呢，喝水就很清楚了哈，喝水又健康啊，又安全啊，何乐不为呢？像我饮料就尽量我都没有喝了，我都喝水了哈。啊，你说淡水河鱼有毒，淡水河鱼有毒，你看。我讲这个淡水河鱼有毒，我得罪淡水河的鱼了，啊，是不是？我并不是说他们有毒啦，是把他们捕上来的这些人有毒啦。你看，很毒心肠嘛，对不对？把这些鱼，人家鱼活在淡水河好好的，啊，结果人家本来没有毒，你把它捕上来，这种鱼类是不能吃的嘛，啊，对人类来讲是有毒的嘛，并不是说这鱼本身是毒的嘛，啊，是不是？那既然有毒。那就把它当成观赏鱼嘛，啊，促进我们淡水的观光就好了嘛，何乐不为啊？是不你啊，只谁啦？啊，科长，哎，是。台湾企业界的 top 的王さんがアメリカに行って、Apple のノートパソコンとか iPad を買っていたみたいですよ。いかがですか、科长？嚯，哎，你这日文真的很溜啊！一时之间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无所谓，我也听到了哈。你讲到 Apple 啦，苹果，啊，刚刚我讲了苹果皮很好用嘛，啊，现在其实最夯的就是苹果产品了哈，什么 iPad、iPad、Apple 啊，很多了哈 ，iPhone 啊 ，iPhone 5 iPhone 4.5 哇 ，iPhone 3 iPhone 3G 啊，通通是苹果产品了啊。但是我觉得你讲了就对了哈，啊，宏达电的董事长王雪红啊，他可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哈，啊，你看。他身为宏达电这 HTC 的啊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董事长哎，他竟然能够深入敌营呢，哎，深入敌营不简单哎，啊这种做法就好像古时候三国时代的啊那个赵子龙有没有深入敌营去救阿斗有没有？这首歌的啊三国战将哟，手推赵子龙啊唱反郭前程啊英雄，还有那张翼德，啊后面我不会唱，啊大概就是讲赵子龙的故事啊哈，啊你看。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王雪红啊，就好像三国的啊赵子龙一样，有 guts 嘛，对不对？而且很有风度，他总是啊去买啊对方的这个产品，了解一下优缺点嘛，哈啊这种做法就好像我一样，你看我跟这个民进党内初选一样，我就是了解其他两人优缺点，所以我大胆提出这个啊两岸的政策啊，他们连屁都不敢放，对不对？啊，所以说我的论点呢、啊，让大家耳目一新啊，而且我最重要的就是说我重视我的理论。啊，不重视我的职位，你看我到现在两袖清风，我什么都没选上，但是不代表我2016不会再选总统啊，大家一定要支持啊！啊，你们是舌头族，啊，大家忘记年龄，忘记年龄就好了啊，只要记得2016有我许信良啊，这样我就圣梦一安子睡了啊！而且哎，话说回来，王雪红还说啊，尽量啊能够看能不能邀请啊这个。欸，奥巴马也来买 HTC 手机啊，这个啊，甚至胡锦涛也来买，但是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又可以互相这个学习一下，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很好嘛？啊还有什么问题？主席啊，嘿，英国女王吼，白宴会吼，款待欧北北呢，啊，你有什么看法？
哦，你这问题一定要用台语问吗？啊，我大概知道了，欧北北的斑马啦，黑白马，他其实他一生中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拍一张啊彩色照片。不好笑啊！哎呀，这个要原谅我啦，我一生从政啦哈，很少在网络上面查一些资料。其实这个照片这个笑话是从那个熊猫来的嘛，但斑马它也可以用一下哈。哎呀，立体了啊！你要问的我知道了啊，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吧？啊，没错，这次奥巴马听说啊，到跟英国的保守党的这个领袖组队啊，他跟那个中学生打乒乓球，哎啊，就是说他这可以让他们关系可以破冰了啊啊，所以说要让两个人关系啊变好啊，还有很多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说呢，让大家彼此变为一队人，啊，同队人就会同仇敌忾，对抗敌人，是不是？那你说关系不好的两个人呢？那你跳一下国标舞，啊，关系两个人就会变好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以后只要看到两个关系不好的人，你让他们跳国标舞，啊，关系就会变好了。啊，来，既然你来了，哈，来，哎，我们一起来跳国标舞。哎，等一下，我先声明了，并不是表示我们两个关系不好，我只是示范给大家看了，啊，国标舞，好，来，哈。对，可以了哈，可以了哈，我已经学过了，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跳得很好了，啊，我们俩关系也变好了，哎，好了，那大家讲那么多了哈，我要去练习国标舞了，而且我要跟这个啊蔡主席还有苏院长一起啊拉好关系，我要去教他们国标舞了，啊，好了，啊，你们自己做了哈，反正你们登了也不会登了哈，好，谢谢大家哈。我讲蔡主席甲苏院长怎么跳国标舞，这敢有可能？啊，拜托，他们俩的关系连我们那儿都知道，不可能了，天方夜谭了，走了。行行行行行。